可以看一下吗？对对，你们玩不玩？一个人肯定玩不了啊。还好还好还好，我不爱玩这种游戏，电脑游戏。怂就是怂就是怂，你怂就是怂。哥，你玩一下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后面看一下。我不太敢玩，我没事，我们后面保护你。难得杰哥想玩游戏，他有可能会从背后出来。真假的？哇呀！给你一拳，我想。太难了吧？我的天！大家要不要去唱个歌呀？走走走，唱歌唱歌去，带着这个摇滚的心，点歌吧，过来。归归归，必点必点，我点了点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兄弟，杰哥听过这首歌吗？什么歌呀？你从国外回来，咱就没怎么聊过。来来来，一起来。峰哥，坐里边。好，我坐里面吧，坐里面。哦，哥，来一首吧。自己不太擅长的东西的话，我会很胆怯，我会很害羞。原来歌可以这么唱。歌咋不嗨呢？大家先来个西海情歌，哎，可以啊。刀郎的。刀郎，你是八几年的吧你？王克杰老师，没有没有，任豪老师，任豪老师，任豪老师独唱。我和杰阿杰一起唱，我唱不上去。没事没事。西海情歌咋唱啊？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第一天来到他们家里的时候，我看他那个歌单里面都是流传比较广泛的音乐，所以我就想要去唱一些这种耳熟能详的音乐，想让他也尽快的就是放开自己。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，说尽这些年你的委屈和沧桑悲欢。好想狼人模样，为了你染上了疯狂，为了你换了心肠。哥哥哥啊，你得来一个哥啊，来一个后天水哇，柯洁哥哥一起来。当镜子有长了的快活，一夜光辉算一雨，风雨中高高他们算老年歌单吗？我怎么觉得我的朋友们也就这些歌呢？歌很适合我，我唱的歌可能更老。冒险无所谓吧，无所谓，那个来个无所谓。该歌了。好，好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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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哇，这简直就是围棋界的杨坤老师。算吧。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荧幕过后再会开始受累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和他们唱歌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，因为他们更有趣。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真的和他们相处，你也一起唱歌啊，很开心。对，我无所谓。这俩你能掐掌吗？太炸了！